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我就来到了瓜拉雪兰莪瓜拉斯兰贡。今天的这支视频呢，主要是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关于胡须港渔村的点点滴滴，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索这一片红树林吧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抓这个喇喇了，首先我们要先穿雨鞋。不是，你就找这个嘛，这个比较轻。OK， 好 ，OK。我们来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一声，就是枪械。什么械？枪械。枪械是什么械？它一个浅小的，然后你其他的生物给它弹一下就晕倒了。哦。对对，它好像开枪的枪。哦，枪械啦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声音也是。它这个太简直就不美了。嗯。这样子它就会生长出来了。哦，我们等一下鞋子卡住哦，你就要脚跟后面先上来，稍微在前面。哦，就是前面那边是其实可以捕得到啦。啊，开始那前面就又可以了。哦，哇，这些狗狗也会跟着来的吼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啦。接下来的这个可以吃，有很多人在抓来吃。这个啊，它是连在这里的。对，它现在我们换了它怕吓到它了，它就不连了。不连了。这个板啊，你看它就是船的。这是船的板来的。你动一下呢，有小鱼在走嘞。哪里？水上面，你注意，你动一下，有小鱼在跑，跑开跑嘞。这个螺是会走的，这个是角螺，我没有讲出来你不知道。这个有肉的，这是有肉的啊，叫什么啊？角螺，台湾叫苦螺，这个很好吃哎，这个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它有一点苦苦。同事没有来拍这边。哦，没有。没有。你要上那个小船吗？有点危险哦，别快下去啊！哎呀，你退后，脚跟先拉上来。鞋子卡住哦，你要脚跟后面先上。下去哈，哇，这米有，然后这个米管，可以，然后现在，脚跟要上来。
很在意的。现在你的手臂哦，你注意踏在这，再不要一脚走过来手臂哦。哪里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对。然后看我脚跟在哪里？看你脚。对对对，啊，对呀、啊。哦。所以早上真的不是开玩笑。对。太可怕了。不是可怕，因为很好玩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在底下留言或者把这支视频分享出去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